勇敢的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你在原点有多高，任凭我们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有梦你就有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开门大吉。这是今天的选手朋友们，今天是第二次来开门大吉了，不知道今天的选手实力怎么样。这里有一位小哥哥，嗨，你好，你有什么特长吗？给我一把球拍，在球场上我能控制局面。你有什么特长吗？八六百的标准兵，分了兵破，破了兵兵排了排的兵破，破了兵怕了怕了兵兵破，标准兵怕怕了怕了兵，八六百块的兵分了兵破，有一点紧张。你，哈哈哈！那你有什么特长吗？你有什么特长吗？就是才艺，就特长。马什么名啊？反射弧特长。反射弧特长。哇，这里有一个美女。你有什么特长吗？我就是。今天的选手我觉得真的都是身怀绝技，让我很有压力。劈叉就算绝技了？因为我不会劈。其实我觉得你才算绝技。为什么呢？因为牙张口现在还不知道。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最喜欢年纪小的啊。你多大了？你多大了？多大了？我最喜欢年纪小的。太吓人了，那你快上台吧。导演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带不上，我们上不去了。这里是勇敢者的游戏，这里是追梦人的舞台，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环顾一周，依然是熟悉的十二扇神秘的大门和每扇大门背后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请你们也帮我记一记。十二号门现在所在的位置，小心各位选手踩到雷区哦。好了，门号消失，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追梦团团长叮当。追梦不能停，门例外出题，过了我这关，开门见小尼。今天这八个人到现场，我觉得有点蓬荜生辉的感觉。因为在我心目中，曾经有一个英雄占领了我青春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曾经如此花痴的，就是喜欢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鲍春来。你是不是想过他拿冠军的那天踩着七彩祥云来娶你？我曾经这样幻想过，我就觉得如果他要是能够跟我谈一场恋爱的话，就是超级喜欢他。我语无伦次。你控制一下自己。哎，你站在他的身边，他坐着跟你站着。太般配了哇、但是我今天痛快啊，我见到鲍春来我开心呐、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高手，用一句话来认识一下他们。从一号开始来。声音有底气，开门有实力，猜歌怎么样？必须没问题。风吹雨打
都不怕，开车答题是赢家。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跳跃的音符握在手里。我的梦想不一般，带走大奖试试看。我是中华小曲库，轻松抢答拦不住，开门大吉比个赛，你们千万不要哭。百变声音送幸福，今晚开门走花路。羽毛球场黄金左手，开门大吉没有对手。多杰卓玛最爱笑，猜歌答题没问题。好嘞，每个人都介绍完了以后呢，我恳请那七位选手，你们一定要加油，把鲍春来尽量留在这个二线上，时间久一点。好，没问题。我会想办法不让你答对的。不信我们试试看吧。来，请准备视频。不必太紧张，就是会有点难，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或许我不想看。哎呀，我觉得不妙。咋了？ 我肉眼所见他挺快的。啊，技术呢就不能成全一下吗？你就把他那个电源给掐了不行吗？好了好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请看吧。我先走了，你走你的，待会儿见。鲍春来已经站到了梦想的通道上，我们祝鲍春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行，好的，谢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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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鲍春来，你好！我相信此刻除了叮当之外，还有无数的球迷为你呐喊，为你欢呼。先向他们打一声招呼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前国手鲍春来。四次个人，七次团体的世界冠军鲍春来来到开门大吉。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一直赢下去啊。可以可以可以。赢了这个钱之后拿来干嘛？做公益，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希望你的公益梦想在我们的开门大吉舞台上梦想开花，好，加油，好吗？好，谢谢你。首先选择哪扇门？选我的生肖。我们俩同龄吗？你八三年的。八三年的。保养得好好。选爱猪。确定？确定。来吧，请准备。七号门。哇，可能好紧张。保春来，请按响门铃，加油。不能看，看着都紧张。哦，哒哒哒哒。哦。叫什么名字啊？唱，你可以的。今天我想要横在这年轻的战场。这挺比较符合他。鼓掌，这整个，没问题。年轻的战场，说错了，年轻的战场。你确定我就开了？年轻的战场，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哇 ，yes。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真心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今天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为我骄傲鼓掌。今天我想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我要让这
这世界为我记得。好，休息一下。欢迎李心一。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心一。参加过春晚是吧？对。你哪年的？我98年的。哦。年龄可以，年龄可以，很大哎。98年你在干嘛？还在省队，那时候还很小。是的啊，98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了，后生可畏。谢谢谢谢心一，谢谢谢谢。今天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棒棒的 ，yes， 谢谢那个。行了，一上就可以了，下来吧。平时听歌听得多吗？经常听歌，除了唱歌，听说你还演过戏。哇。哎，还演过话剧，还当过主持人，把那些所有的热爱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哈。没错，稍微悠着点，给各行各业的人留口饭吃，好吗？好不好？好了，春来继续加油。接下来选择哪扇门？谢谢这个吧，兔兔、嗯。啊，他把我的兔子选到了。请准备。啊，总算来了一个稍微简单点的。我已经开始想揍他了。那不行，那不行。2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好。啊，太简单了。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我感觉他要全开。我知道了，飞得更高。确定吗？确定。走吧。要不叮当一会儿你来这边，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可能下不去。不是，去吧，叮当姐。飞得更高，那我开吧。确定。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什么问题。Yes。更高。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这谜一样的生活风里蠕动，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上孤峡，欢迎刘振宇，飞得更高。会打羽毛球吗？会打。你知道成为一个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首先你这身体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得身高吧。你有多高？188公分。高啊，保证你。他得手长腿长。特别对，他的手特别长。而且他左边要更长一些。啊呀，差这么多吗？何必呢？何必呢？你看。他的胳膊比我长出这么多来了，我的臂长比我的身高还长。哇！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羽毛球的速度多快吗？不知道，这个完全不。130、140。春来告诉他，最高时速能达到400。400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高铁。高铁的速度。哇，格局太小，我格局小。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哇！啊，什么意思？鸡蛋、苹果和西瓜。一般来讲的话，西瓜是可以穿破的，苹果跟鸡蛋我是没有试过的。我觉得从西瓜开始。好。好。哇，黄金左手。我们俩观战就好了。Lady。哇，我看到西瓜汁了！哇，
一个圆圆的孔，哇！羽毛球已经把西瓜击穿了，这冲击力太大了。接下来，这个行吗？苹果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好。哇！快快快！你们要过来呀、啊！让我想坏了。你看，哇，这个坑好深啊！而且这个苹果很硬的，鸡蛋应该不好打。鸡蛋太小了，这忒小了。我心疼那个鸡蛋，真的，好恐怖啊！救救我！哇！哇！满场都是蛋花，太刺激了。热情的掌声送给鲍春来，谢谢谢谢，好牛啊、哦、厉害厉害，好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Yes， 中国酱油难相，咱就不跟他玩了。好的，春来状态越来越好了，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前进，选择不要把我的鸡选掉。羊啊，他把我的抢去了。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好像是羊，请准备。三号门，1000元，简单的，请按响门铃。他把我的哥哥点了。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唱，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有了。歌名叫，歌名叫什么？哎，歌名，歌名叫你有没有爱上我？你先想是谁唱的吗？啊 ，TFBOYS 啊。啊，歌名叫。真的有可能不知道歌名啊！这歌词里没有，这歌词里没有。青春？不是吧？你这也能猜对？青春，青春修。对了，对了，对了，对了。青春修炼手册。啊，对了。哇！你答不上来，叮当可能就破门而入了。破门而入。青春修炼手册，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欢迎好好好，可爱！还有我们嘉阳星光艺术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小尼哥好。好的，谢谢孩子们，再见。谢谢小尼哥。好了，恭喜鲍春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打开了3扇门。哇，感觉后面越来越难了。又演戏又唱歌，然后又做主持人。叮当，你的偶像很优秀啊。哎，如果10年前你就认识鲍春来。
当他有这个萌生退役的时候，你会跟他说什么？我不可能让他退的呀，我会让他继续有目标的。对，我就嫁给你。我告诉你，鲍春来，你错过我了，你错过了好几个亿，错过了全世界。而且他还是湖南人，我就是为了他学的长沙话。哦天哪！哦，小叶，我用句长沙话回答他的问题。好啊，我要饿死狗喽！什么意思？怎么办呢？他要怎么得了啊？怎么得了、啊？哎，那你现在还可以重新陪在他的身边啊？来不及了，我老公不愿意呀、啊。行，你们俩回头再聊吧。好吧，继续前进，选择哪扇门？前进，狗吧。狗，请准备。三、啊，还可以，三选一，太好了。请按下门铃，加油。简单的都选走了。山花开，哼出来就能猜出来。慢慢地靠过来，走过来。看见了一片云啊，慢慢地靠过来。希望他能猜中吧。勇敢地说，歌名叫踏浪。你试图在我的眼睛里找答案吗？你平常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会有眼神杀吗？会。能从眼神里读出什么信息来？读出他是不是累了，是不是胆怯了，心虚了啊？真的吗？对，看看我的眼神有什么。有眼白。所以你现在看一下我的眼睛，你看看你的答案对不对？我说是踏浪对吗？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踏浪 ，yes， 棒棒的。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在那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灵动女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感谢你们。谢谢。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可以了，差不多了。好，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呢，还可以继续走。今年是虎年，我选虎。真的是？来，确定吗？他没用求助，但无所谓。对呀，无所谓啊。那我就选牛吧。你决定，你自己决定。哎呀，我选牛了。来，告诉我一个答案，你选什么？我选牛。牛，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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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但你听过，你肯定听过这歌。我听过。不会让在这里用求助吧？他肯定要求助。这是李荣浩的歌呀。哎，是吗？是李荣浩。啊。李荣浩的歌，想想歌单。但这个用求助也很简单，有两个字。李白。啊。模特。再想想李荣浩的歌还有什么？难受啊，就是明明知道这歌，也知道这个调，知道他是谁唱的，但就是不知道名字。求助吧，求助吧，求助吧，求助了。想不起来就求助吧。求助，求助，求助。好的，这个确实要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那用关键吧。好，请看。两个字。对。啊，麻木。麻烦。麻爪。有没有可能是麻将？麻椒，麻椒，加麻椒，麻雀，确定吗？确定，不麻木了，不麻烦了，不顶麻花了，麻雀，哇，他好厉害啊！我怎么觉得他要崩溃了？麻雀，麻雀。坚定的黄金左手鲍春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麻雀。对了吗？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要不要想想别的答案？门大，我叫麻雀。急，开。Yes！ 好厉害。我真的不知道这歌名。山隔壁海深山都有一个伴，相信海枯石烂，也许我笨蛋。喂给你取暖，我把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呈现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Hello， 右前面的小迪哥，欢迎邓建超，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哇，棒棒棒，没戏了，刺激吗？好玩吗？太刺激了，太刺激了，有意思吗？这个我觉得跟比赛有的拼啊，但是这还是不是最后的胜利呢？不知道，现在用了一次求助了，鲍春来现在也热血沸腾，要不要继续再开一扇门？那我上一次求救你，小天哥，你能告诉我哪个最难吗？哪个最难吗？反正就是来吧，选什么都不怕，我就要选最强的。那如果说我早走了，虽然他退役了，他那个执念还在，所以你决定再开一扇。对，再开一扇。哪一扇？刚才虎没选，应该选一下虎。说虎，虎年虎虎生威，拼一下。他选了虎。不是选了十二号门吧？别，十二号门留给我。除，请准，看看十二有多难。背。啊！真的是十号门。哦，虎是十号门。哦，十二号更难。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笑了，唱，可以的。我哒哒哒哒，不，掉出了，完全不会，这个完全不会。我会，不知道。笑了，太后悔了，后悔死了，觉得自己就是无所不能。还能求助吗？可以，你可以求助叮当。再见，叮当老师，能不能给点？啊，我曾经如此。
喜欢他。叮当老师现在已经被五花大绑，然后用胶带封住了嘴。那你要不要随便给我一个答案？我真的一点旋律感，所以我特别遗憾。不知道，他没听过，谁也猜不出来。我随便选一个叫来时路。来时路，来时路，来时路。不忘来时路，才能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不管对错，至少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吧。是。来吧，开门吧。一起期待。开。不会真的是来时路吧？有没有可能真的就这么走运，就叫来时路呢？大，来吧，起。很遗憾，很遗憾，可以把叮当嘴里的胶条撕下来了。我当时一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见到你，那么反义词就是想见你噻。歌名挺长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么多呀、啊？好吧，可惜没给感应到。好吧，接下来我们让鲍春来听一听这首歌，揭晓正确答案。就这几年的歌，新歌。当爱情已落成遗迹，用相信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书里，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我也愿意。欢迎唐佳琪。小尼哥好，川田老师好。你是不是唱的时候很有压力？我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川田老师，其实我小时候是在体校学羽毛球的。哦，你看。然后刚才在后面的时候，川田老师因为没有听过这首歌嘛，然后我一直说，川田老师想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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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真的很想见你，快开门。见。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来看一下春来要清零的家庭梦想基金是多少，25000元，抱歉，清零了。啊，好可惜哦。无奈的招手。好了，哎，但是你也很厉害，一己之力开了6扇门。1、2、3。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百年传承东谷酿造。金麦郎凉白开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熟水全国销量领先。开门大吉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还剩下6扇门留给你们，缓和一下我们的这个紧张的情绪不好吗？好，我们是有精神追求的。对，比如说那日苏呢，我看他的表现，今天能上场可能要等这个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我又不愿意让你白来一次，对吧？你能不能够给我们展示一下呼麦的那个魅力？好，走你。
哇，神奇啊，两个声。哎，这开始练的时候会不会吐出来？你告诉我，很容易吐出来，吐是吧？嗓音搬到叉这个事儿，不是谁都能搬得动的。你好好的答题，争取能够出现，好不好？好的，好的。啊，我们进行第二轮比拼，请准备视频。我主要是看那是苏那边你是第几名啊？我刚才我感觉我反应挺快的，反应挺快哈。嗯，好，我们来看看谁是上榜第一名。哦，我居然是第二，我心跳好快。我说什么？那是苏是不是最后一名？还你还你感觉你自己很快？好了，卓玛已经站在了梦想的通道上，我们祝卓玛。梦想有门，心跳好快，门大吉，加油，走了，加油！哇，掉下去了，帅气，就是这么自信，太厉害了！你老招呼我干嘛？我也不会啊。我想跟你一起跳。可以，没问题。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可以配合你，配合你。耶、欢迎你，好激动啊！好阳光，我觉得你好阳光。我妈妈好喜欢你。真的吗？说你长得又帅又有才。又帅又有才。妈妈在哪里？在四川大凉山，我是藏族人。啊，从大凉山来的藏族朋友，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叫多吉卓玛，我是一名藏族女孩。在跳舞都没那么紧张，怎么说话就紧张了呢？来北京几年了？快五年了。快五年的时间了哈。今年你的梦想是？我想给爸爸妈妈买一台那个按摩椅。心疼他们哈。家在大凉山的什么地方？闽宁县磨坊沟。是在深山里面是吧？对，大山都是山，抬头周围都是山，但是风景很美。希望你下次去我们家乡玩。我很愿意。加油，你可以的。开始挑战，现在还有六扇门，选择哪一扇门？蛇。蛇？啊。确定吗？确定。请准备，别太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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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歌名叫什么？淋雨一直走啊，是这名吗？是这首吗？我听过，好像这首歌是张韶涵。叫啥？淋雨一直下，走。淋雨了都已经，还一直下，一直走。歌名叫《淋雨一直走》，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优秀。你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吼不停，有破镜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知己与勇气。你能推我下雪来，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停谁的命令，寒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淋雨一直走，是一是就该闪烁，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
直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哇，好好听，好甜哦，长得。欢迎冯夕瑶，你好。欢迎小妮哥。Hello，Hello， 你好。这小姐姐太活泼了，我觉得她就像那个大凉山的那个火一样，她心里有一团火，今天找着舞台了，性格太好了。谢谢夕瑶给我们带来这首《淋雨一直走》。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后来怎么走？继续，继续。他肯定得猜，他有求助呢。有求助。来北京4-5年的时间是吧？对，一开始是怎么来的？一开始是被一个音乐人，他说我还不错，然后被选上，然后说来找他学习。嗯，我妈妈就给了我5万块钱，而且是跟我姐一起凑的5万块钱。然后我就来了北京，刚毕业。嗯，去了第一天，我感觉好像，就是有点不靠谱。然后我就说我要回去跟我妈一起放羊放牛。但是没有走，没有回家。没走。因为我已经来了，我们有点不甘心，不服气。然后我就大学我就比较喜欢健身，女铁那种、然后我就去了健身培训，我就慢慢在北京一直在这样子。发现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了，对，更适合做的事情了。虽然没有做到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每天锻炼，然后又给别人上课，我就挺开心的。你现在在做健身教练。因为他们天天工作，然后背啊、然后这些都很严重，高低肩，然后就身体很不舒服。公司健身房，有时候他们下来，我们就会给他带力量，对，是减压，让他们开心。他们也喜欢你，特别喜欢，给我好多好评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拥抱这个包容的城市。我相信，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能够获得你想要的生活。好好加油。继续前进吗？选择哪扇门？龙。龙。请准备。6号门，同样是3000元，还是很好的。请按响门铃。还挺幸运的。没事。妈呀，太简单了。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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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的向往。啦啦啦啦啦。蓝莲花、好像没有几个简单的了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耶，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太棒了。现在已经开始不想笑了，没有笑容。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谢谢谢谢张磊给我们带来这首《蓝莲花》，加油啊，加油，辛苦了，谢谢。恭喜卓玛，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觉得刚才他说他是公司的健身房里的教练的时候，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不要一头扎进工作里去，你一定要有时间去享受多巴胺的分泌给你带来的快乐，还有生活。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问一下老师，就是最近流行的那种踢腿啊，他是练哪儿啊？对，那个本草纲目，对，腹部。家请两位跳一下，赶紧来跳一下。你是不是没事找事？你上来，你上来。5、6、7、8，走！1、2、3、4、5、6、7。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今天这个节目好健康，累了。咱们还要不要开门？要不要钱？好嗨哦！刚才一直在忽悠我们、商户我们的那个人是家庭梦想基金清空的人，他就想折腾我，你知道吧？继续前进，选择哪扇门？选鼠、鸡、猴、马。鼠吧。鼠，确定吗？确定。鼠，有可能是一，可能是八，可能是11，可能是12。请准备。1号。没得玩了，回家睡觉吧。叫车了，没事，我这有公交，我一会儿我们俩就回去。请按下门铃。太简单了，就这个味儿爽。唱，阿姨哟哦哦，我听过，我真的听过这首歌。等一下，我回忆一下。唱，好。这首歌我是真的听过，我自己也会唱，但这个歌词就是记不到呀、啊。完了，感觉后面。哎，我怎么那么笨？你不笨，咋回事？你只是对这首歌不熟悉而已。他还有求助呢，人家。我怎么想求助？啊，求助太可惜了，你在这求助。他应该是会的呀，他是跳舞的。我真的听过，但是我现在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真的。那就求助吧。啊。哪种方式？看望亲友吧。谁？我妹妹。啊、哦，妹妹在大凉山？在上海读研究生。哦哇，妹妹，好棒。因为我们家是六姊妹。嗯。然后，特别棒的一点是五个大学生。哦。哇。我们来连线妹妹。哦，妹妹叫了这么多人。你们好。你好，小尼哥。你好，你是把全宿舍的人都动员起来了是吗？为了帮助姐姐，但没想到她一号门求助了。这首歌你会唱吗？终于向我拉满。原来是黄河大合唱。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哎呀，我自己打自己的，啪啪啪啪啪。多久没有见到姐姐了？有4、5年了。4、5年都没有见到了。哇，我姐姐的特点就是她比较倔强，她可能自尊心比较，她有时候也愿意跟我们讲她的难处，就我们都知道你这样的难，都非常想见姐姐。真的，你是我们家的骄傲。你是他们的骄傲。你就那么好强哈、啊，很要强。我非常好强。你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吗？还希望自己更好去面对他们？爸妈不会这么想的，你知道吗？你无论怎么样在他们心里都是好的。想爸妈吗？不想。妈妈现在在不在线上？
妈妈，小妮阿姨好，对，小妮，我非常喜欢你。哦，好，谢谢阿姨，好开心。女儿已经四五年没见了哦，想她吗？想啊，哪里有不想的？想。想她的时候一般都干什么？开视频嘛。哦，开视频。在开视频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找男朋友了，年纪大了。他跟你们说他每天很开心，你们也替他开心，对不对？他都开心，我们这儿开心不起来。哟，妈妈天天要去找猪草，还要放羊，羊有四十多条，还有猪。哦、妈妈五十多了嘛，然后家里面还要种菜。哎、谁帮他们呀？现在就我爸爸跟我妈妈在家。看到妈妈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难受，但你一直挺着。因为我不想让我妈看到我哭，我希望我给她是一面是坚强的。上次她的手摔了，我就叫她不要去养了，她非得还养那么多羊、猪，她手都这样子了，还要去那个找猪草。那你跟她说嘛，现在全国观众看着呢。妈妈，我会努力的，我希望你多疼爱自己的身体，然后不要那么累，我们现在都能自己照顾好自己。爸爸妈妈担心你，爸妈觉得就是再累再苦都不要紧，但儿女心疼你们，别太累了，好不好？阿妈。嗯，好的。好好的啊、哦、爱你哦。嗯啊，好嘞好嘞好嘞，小明感谢你了，希望有机会去大凉山看您，好不好？你如果到我们家来，我杀一条牛给你吃。一头牛我可吃不完。那我也去。不上场没关系，吃牛去。好的，阿妈再见。拜拜妈妈。嗯，再见。还记得刚才那歌的名字吗？叫啥忘了。就这个 feel biu biu biu。倍儿爽，倍儿爽，倍儿爽，好可爱，倍儿爽，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就这个 feel 倍儿爽。一会儿就完事儿啊！完事儿。这首歌的名字叫倍儿爽。倍儿爽，倍儿爽。在你们那儿，倍儿爽怎么说？妈猪。妈猪。啊，就是特别爽的意思。特别爽，特别厉害。妈猪。妈猪。妈猪。就这个 feel， 妈猪。好的，欢迎 WiFi 组合。好的，卓玛，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漂亮。要不要继续前进？我不要了。确定？确定以及肯定，我真的不要了。我觉得我太喜欢你了。挺喜欢我好吗？挺喜欢我。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也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人生赢家，来到这儿跟妈妈也交流，然后跟妹妹连线了，然后你讲到了你现在的生活，你的梦想，我觉得生活真美好，真的好美好，就像她一样阳光热烈的拥抱生活，不好吗？老说自己笨笨，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笨，你是最聪明的人，你是一个最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谢谢多杰卓玛，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为妈妈为爸爸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赶紧下单买一个按摩椅借给他们。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百年传承东谷酿造。金麦郎凉白开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熟水全国销量领先，开门大吉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多杰卓玛，谢谢。还有三扇门，我是特别希望二号孙颖玉能够上去，因为这个胖姑娘，胖姑娘啊，怎么不胖啊？丰满，有趣的灵魂，百里不挑一，美丽的妹妹，二百来斤，二百来斤，妹妹，来，请准备视频。孙颖玉啊，你怎么还有勇气敢喊出来？你对得起我吗？我好难过。来吧，我们来看一看三个人里面谁上榜第一名，请看榜。来，恭喜生露露，你看这个名字，哎，你一个男人叫生露露，后面还是一个叠字，就觉得辜负了这个名字。好吧，露露马上要闪亮登场，祝生露露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你好，好，小妮师哥，欢迎。还第一次见到姓生的人，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生露露啊，也算是一个配音员。哦，配音员，对对对，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吗？广院一四级的播音的硕士。你是我师弟啊？对，师哥。经历了什么？好，开玩笑。那你的梦想是？我的梦想是给我妈妈买一套唱歌的设备。来吧，开始你的挑战，就剩三扇门了，马、猴、鸡，选择哪一扇？选马吧。马，马，请准备。十一，哦，马十一号门，天哪！请按响门铃，加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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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唱了行吗？你这唱的啥呀？我听过，我记得，我就觉得后面那题越来越难，我就给自己心里有一个防守，就是我不会，它太难了。哦，小尼克说这么简单你不会？哎，我说那应该会呀，然后我就在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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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坚持，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曲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谢谢求生乐团，谢谢，谢谢张云。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2万元，没有用求助，直接两万。好羡慕啊！配音演员哦，你一般是配什么？比较多，比方说广告宣传片、译制片、纪录片。译制片，译制片的配音是非常有特色的。对，嘿，老伙计，没错啊，你来一段好不好？嘿，各位老伙计们，这里就是由东谷酱油为您独家灌注播出的开门大吉。嘿，伙计们，这个酱油棒极了，我敢发誓，就像隔壁马拉太太的草莓派一样，美味极了。那接下来今天晚上会有哪些幸运的追梦者实现他的梦想？掌声有请卡德琳娜叮当李小姐闪亮登场。哦，千万不要叫叮当过来，不然的话他又要挂在鲍春兰先生的脖子上了。哦，那真是糟糕极了。好，继续开门吗？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哦，我突然觉得后面太难了，觉得风险太大了是吧？对，因为我觉得这两扇门，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有个清灵的人跟你这么说。来吧，露露，做出你的决定。你的决定是再见，让我上，我冲吧，来吧。好，选择猴还是鸡？那就选猴吧。请准备。啊，还好，好，八号门，如果答对了就是25000元，答错了就清零，请按响门铃。好。听过吗？我听过，但是真的。数着一圈圈离分。有思路吗？我可以。那些歌我都会。点都，歌词我都没有记住。这应该是哪个电视剧里的？好像求助吧，我真的求助啊！不是，求谁都行。一点印象没有。哪种方式？那就关键字吧。大屏关键字，就两个字：年轮。年轮。听我说，谢谢你。我妈还在这陪我说谢谢你。嘿，卡德琳娜吴小姐，谢谢您。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歌名叫《年轮》，确定吗？是。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轮。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哇，谢谢严家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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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5000元，要继续前进吗？哇，这样就收了，好吧，见好就收。特别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金麦郎凉白开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微信扫一扫，健康常相伴。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一扇门，12号，30000，看谁是那个幸运儿。我来，我。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拼了吧！我跟你说哈，来我们这儿的选手真的都特别难。孙颖玉现在这个后面伤口缝了3针，第二天。别卖惨了，真的。不信啊！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相信啊！你看我左手边刘雅群，嘻哈包袱铺的，现在包袱都没有了，你卷铺盖走人了。可不是吗？然后我们那边那个纳日苏，我就反应慢，就反应慢半拍。我太难了。3万块呀！3万块啊！来吧，请播放视频。我们来看谁是上榜的最后一个人，请看榜。能表现出一些有病的感觉吗？你这么彪悍，你说谁能相信我说的话？说你刚做完手术，我可以把绷带拆出来。不是你，不你，你稍微虚弱一点哈。哎，对对对，好的哈。孙颖玉已经站在了梦想的通道上，梦想的通道为他点亮，祝他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温柔啊，虚弱啊，哎，好好。干嘛？你这个音乐放的也忒飞了。你要干嘛？不是，这个音乐我得罪你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少说话，多开门，就剩一扇门了，介绍自己。就剩一扇门了。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孙颖玉，老孙。今天的梦想是？我今天的梦想就是报一个淑女点的兴趣班。淑女点的兴趣班，我觉得你已经很淑女了呀，是不是？你应该是报武术班啊！报武术班啊！小明哥，你可能是不知道啊，我给大家自报一下家门，我曾经学习过什么？我曾经学习过12年舞蹈，5年表演，3年戏曲，2年武术，半年跆拳道，1个月健身格斗和2个月的拳击，谢谢。哪个男生敢靠近你？哎，你别说，说到男生啊。在下不才，交往的男朋友不是校草就是系草。是吗？真的。怎么在一起的？怎么在一起的？因为我是我们学校老大。因为我是我们学校老大。啊，那个老大，我学校老大。我那个男朋友，你别笑笑笑。我跟我那个男朋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同学聚会，我正在喝得很嗨，他就在旁边像个姑娘一样这样，别喝了呗，少喝点儿，然后我就。之后就没说话，没过几天我就越想越觉得这事儿真的很对不起他，我就找到了他室友，我就跟他说，你跟他说一声，就是我们俩不合适，别耽误他了，分手吧。然后他室友看着我说，其实他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他不敢。我说那我还能再见着他吗？他说他已经转学了。大哥你笑的是不是声音有点大？还能好好工作吗？摄影大哥拍着照忍不住笑出了声。你人真好有意思啊，好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啊。可以啊。好了，开门。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我祝你好运行吗？加油。机情准备。
12号门，你确定能打开它吗？哎呀，打不开就打开你，打不开就打开你。好吓人，没见过吧？公然恐吓主持人，他要打开我，请按下门铃，还扶着腰。你轻点按啊，轻点按，轻点按。没有了，没有了。周杰伦的，周杰伦的，周杰伦的，啊，那一扇花开，周杰伦的啥？怕啥？我要揍你啊！周杰伦的啥？周杰伦的，对于周杰伦的歌曲来讲的话，还是他的快歌更耳熟能详一些，他的慢歌我听的还是少。花开，花开，花开。我也没听出来啥呀。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发现啊？我在后台唱老嗨了。你有没有爱上我？啦啦啦啦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只想见你。到这会儿，卡壳，懵了。太难了，这个歌。我求助，反正最后一扇门了，我求助。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选手。最后一扇，最后一扇门了，不用白不用。你别吓我们登登，来吧。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和场外亲友。我要那个，就是名吧。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3万块钱。3万块，想要吗？你猜呢？我上来干啥来了？逗你玩来了。也是啊，我这个人就是爱说废话。来吧，关键字提醒场，关键字提醒，我有点发抖。来，关键字，请看歌名。歌名只有2个字，完全没问题，你肯定能猜出来。肯定的，快来说吧，不用不用给他露，不用给他露。他这么有信心，2个字叫。别闹。第几个字？活该。活该。被我说中了，这活该。不该，什么该？该不该？这什么该？什么该？想。应该。还有呢？除了应该以外，没有什么该了，就是你该不该。叮当姐，那个该字前头是啥呀？给我一个答案。活该。啊？真的吗？一起期待。开，改不改？不改，活该。门，还有压力啊。不改。再想想。不该。大。不该。我开了啊。不该。开了啊。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要过来呀、啊！你干嘛？你等会儿，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大，闭上你的眼睛。不该。起。恭喜你，拿走了今天最后的家庭梦想基金。啊！画面里不需要旁白，却谁都看得出来，是我情绪涌了上来，想哭却一片空白。雪地里相爱，他们说零下一接近的誓言不会坏，落下来，剩下的梦融化得太快，或许我们都不该醒来。你依旧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我离开，等你
来参加我跟小尼哥的婚礼现场，谢谢。这首歌就说明我们俩之间注定无缘。不敢。欢迎李晨曦，欢迎崔秀丽，两位真的唱得太好听了，谢谢谢谢，好喜欢你们的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不该》，你看。好吧，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开门大吉，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乡亲们、女士们、先生们啊，孙颖玉，没有想到今天是我们最后的获胜者，好棒！他拿到了今天最多的家庭梦想基金，30,000元，恭喜孙颖玉！谢谢。也希望孙颖玉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能够找到更多的舞台，也希望未来能够还跟她有再次相见的机会。肯定的，我下期还来，行吗？算了算了，你再考虑一下。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梦想友们开门大吉，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勇敢的向前方，乘着梦想，没想到被你拿到手了。开门大吉，第一次上这样节目，肯定是稍微也有一点紧张。看到小米哥就不紧张了。这个答题这个事儿，我觉得完全就是运气导演。第一个出去的话，我应该能拿满贯。我在下面的时候，我非常的懊恼。哎呀，怎么了？是手短了还是怎么？天不随人愿，手慢了。对自己有点生气，就是反应太慢了，经验不够，来的太少。现在感觉像做梦一样。他们有奖金，我也有压轴的东西。我上去就没这么多事儿。